麦当劳自动点餐机萤幕竟有便便。各位观众，在外面要摸触控萤幕之前，小编提醒你们要先想想看他们有多脏。英国报纸 Metro UK 到麦当当擦拭他们的点餐萤幕时，发现了一堆坏菌甚至是便便的痕迹，其他的就更别提了。当然细菌本来就无处不在，不过光是这些点餐机上的肠道和粪便细菌数量就那么多，在医院里可能也会有这些细菌。这些细菌都是坏菌，像是葡萄球菌、变形杆菌甚至李斯特菌，只要有一个生病或身上刚好带着细菌的人刚好摸了萤幕，那点餐机就可能遭污染了。在那之后，如果刚好有个没想太多的客人用萤幕点完餐又直接没洗手就上桌用餐，那就可能有感染疾病的危险。麦当劳表示他们的自助点餐机每天都会定期清洁，但是这样可能还不够，小编建议他们可以放一两罐干洗手在点餐机旁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各位朋友用餐前别忘了洗手哦。We'll be right back.